火锅？这是天穹超市特产的超辣锅底，嘿嘿，我去买的，抢到了最后一份。来来，机子快坐快坐，你这么晚回来，等得我都饿死了。但是你们都不怎么能吃辣吧？没错，所以我要坐这里。浮华准备了超好吃的清汤锅底，绝对不会输给辣锅的。布伦尼亚决定了，再也不会吃辣，辣的全部留给鸡子。浮华现在好像也能吃一点辣了吧？其实我还……哎呀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你不能吃辣的。是，我准备了清汤锅底，所以我也不吃辣。喂喂，会吃辣可是成年人必备的社交技能，你们也学着点吧。我什么都能吃，我陪着鸡子吃辣锅。齐安娜肯定是觉得吃辣锅就没有人和她抢肉吃了。怎么，齐安娜看不起我的手速吗？没有啦。好了，锅开了，可以下了。